日前，第四季掌上蜀绣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在四川举行。两岸七家新媒体、四个台湾青年拍客团队近30人参加了活动。活动以“走进阳光潘西，绣出魅力新机”为主题，以年轻定位加跨界组合形式，开展沉浸式深度体验。在为期9天的行程里，采访团先后前往四川攀枝花市等16个点位，行脚3000多公里，聚焦潘西地区生态阳光、特色资源产业等。亲身体验，深入交流。据悉，掌上蜀绣是四川省台办2018年创新打造的两岸新闻交流、采风采访活动品牌，旨在走透四川东南西北，绣出天府魅力。第四季潘西行是参与体检采访人数最多、时间最久、行程最长的一次活动。两岸新媒体人透过多视角拍摄、多元化表达、多亮点呈现，精彩讲述四川发展、两岸融合故事，展现现代化四川建设新机遇。短时间便吸引了10万多两岸受众，多平台粉丝持续围观点赞。